要打了吗？要打了吗？打了吗？打了吗？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好，马上来。大古种我就来了。狼我来鸟啦！跑了。I'm coming. 哎呦，我们两只排排站。不知道，走啦，节操嘞。妈，我的天！你在什么？在那个，在下面看七人。哦，没事，我这可以吹得到。哎、欸，对，那只蒙牛小金真的节操，你怎么又不见了？哦，有了有了！看你怎么不见了？啊？你有没有吹到 buff？ 没有，没有，我来了，我在绕圈圈那个路很难。我刚刚犹豫，刚刚吹得到你哦，气死！没有撞过，我可以撞哦。我没有一装，我只有回避一装而已。哎、欸，哥，我们这里啊，被骗了。我飞回巢了。刚看节操那边蹭，想说往这边跳。啊，我的耐力没了。靠你了，帮吃！我耐力条直接少了两格，现在才发现。为什么会少两格？就是往下掉两格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掉超快！刚刚玩长枪还没有发现，玩弓箭怎么想要滑两下就没底。他把我逼疯了。
怎么下来了？我就是掉了掉了。弓箭的无敌真的很强，感觉有比一般的强。不知道是弓箭比较好用出来的关系，还是真的比较强。鸟嘞？打哦，奇面桌没有哎、欸，奇面桌我刚才撞了，有没有死？有位置吗？那我撞旁边去。Oh my god！ 你怎么不撞那棵树、啊？有没有要接力快？看到。好生气了。一拳四个，晕滑上去也算，可能会有风掉吗？看一下，挂了。这你不要太嚣张哦。可以换图了。
最最安。进来啊！好，我现在马上来。去升级个武器就好了。看你在浪费，我不屈啊！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屈了。好好好好好啊，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，我重来我重来，干嘛这样，干嘛这样，你出来了干嘛这样，符是什么？刚刚打一般的鸣波真的不够用，一般的萤火龙来了，我来了我来了，那、啊、另外一位咧，别吵、哦！啊，
人咧？哎呦，杰超，你这不进来，江江要进来了。他真的不见了，是不是？那江江，你要打什么吗 ？Let me see。哦，这样你不会讲哦。角龙，巨魔角龙，一般的。没有。哎、欸，那开你的啊！你不是三虎也七？你三虎七，荒地应哎、欸，你荒地也不行。我荒地已经六啦。对啊。可以开我的啦，我荒地没有。打你的啊！哦，真的假的？三十分钟不在聊天室打字不算观看数，有这回事哇？那给、欸、搞不好有道理哦。是啊，我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听过这个说法。我挂着没有打字哎、欸，我不晓得哎、欸，因为我也是在这边开才一两个月，哎、欸，两三个月而已。我没听过这说法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那搞不好我观看数不晓得哎、欸。你这样讲，害我有点想说，有这个东西吗？你们两个进来吧，野超哥，那不是。Nice 跟我差不多去哪了，只好放着他。他就他显示一个椅子啊。我去查查。好像找不到相关的哎、欸。我想要等你们到一起不区了，你们人类。三号营地啦。我还在读区。那边有猴子哎、欸，那种是。对啊。房子很多人挂台，有些台主会在意，有些不会，所以我才会。哦，我是不在意啦，因为。打 Buster， 打 Buster， 你就给他给他杀吗？我、哦、没有，给他杀没有吧？给他杀没差，去踩个东西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有人。哎、欸、，Nice 怎么自力解了 ？Nice 干嘛 ？Nice 就喜欢自己来。啊，你这画面真的很好看，你看他自己来 ，nice。来，不用进去，不用进去，走。走哪？刚刚跳崖了。我带啊。我也有啊。四台车，好同步，好棒哦！哇，这个，真的好好看的、哦、这个同步。所以要打什么？角龙。哦。
棒棒棒棒！太爆炸了！角龙是不是承接新任务？自由，自由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呢，萤火龙被救在哪里？珊瑚不是吗？对耶，那我可以叫珊萤火龙就出珊瑚。缺一般萤火龙的材料，睡啦，睡啦。哎，我没吃饭啦、啊。垃圾。睡不了啊。奈斯又在发呆了，奈斯你在干嘛、啊？花线角龙啊！不要咬我！咬他！哎、欸，我没有捡石头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花呆。哦哦，好远！啊，我没转。他只是，他没有，他没有冲出去、欸，奇怪。睡着了吗？不是。可怜那样晃。晃。哦。开 HDR 颜色好鲜艳哦，眼睛。哦。开那个筹码啊。爽啊！蜻蜓，蜻蜓又出来洗存在感了。没有，这是故意压的。它看起来好像钻到水里面去。啊，这个。欸、快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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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东西。看来年五就是不能配弓箭跟射甲榴弹。真的不太好。你就不要一直丢那个啊，钢射就好了，不是钢射那叫什么？就取舍哦。对。这接下去有晕呢。好，我换武器，我换武器。不要换啦、啊，你玩那个就好了。啊，不是啊，你就马上接上去就好，你又不需要石头。我马上，我要石头哦，千千石哎、欸。你千千石干嘛啦？千千石好痛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才痛一次而已，就那一次就够了、啊。你千千死一次，跟撞一次墙之后的伤害哪个痛？对不对？撞墙比较痛啊，但千千死比较爽。中洞。哎、欸、就这里啊，有就这里啊，就这里啊。
贡，土地贡。居然是你啊。我知道是我，只是太早了，太早了，太早滑了。他转下去好久才会知道他往哪边跑。看晕了。圈圈死！我不知道多痛。你看不到 GPS 吗？看不到，我就跟你讲，巨魔看不到哈、哦。它不是旧版的，我以为新版会改。就说巨魔没有指定的怪物啊。它不能每次都看你。不行啊，不然有人骗伤害怎么办？带大家龙跑去打大凶才，我说我去 DPS 很高啊，在增加伤害是不是 ？DPS 超高，有第一名哎、欸！我这个还要骗伤害，到底是怎样？哎呦！困难啦！还不是我新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可恶！什么？再一次。不用了、不用了、抱歉。哇天哪、啊！他转过去是在动。看不是我是新疆。是我是我。我说你朋友。连那一次都是自己的。对，现在那个……哦，他是指这个意思啦，你们误会他了。哦，那这意思可以抓了啦。好。对啦，那是我们的暗号，我们竟然忘了。对不起，那意思。没默契的呢。呢。对，我要问那个。贝爷的那把超虫棍现在还能玩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它是唯二里面可以用虫子攻击的棍子，高等的啦。就一样，跟一样，跟以前一样的玩法。嗯，也对。它的技能效果是增加虫子的属性伤害。哦。就是我们那时候躲在边边在打的那个，就是用。就是那同样一个技能，然后龙岩睡觉的地方有火爆毛巾，所以现在黑色啦，黑色的地方，所以现在比较不会跳上去打。会啊，哦，现在空战没有，这个版本好像听说没有空战的，没有适合空战用的。哦，空战就是在旁边用虫子打，空战配装还有，但。不强啊，伤害没有到很明显。对啊，高。
叫萤火出来了，打完萤火再叫新的角龙。新的角龙？啊，你角龙一只就够了吗？欸、我打一点起来吗？我那个了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刺针毛确定啊？不多打一点啊？刺针毛级，应该是不用。刺针毛级，现在16个，在哪里？鬼爆炸菇那里。刺针，好。16个很少呢，16个一下就用完了，我几乎都会打到三四十个。好。爆炸菇的话，龙炎龙，力战龙炎龙，力战龙炎。哎、欸，你太路哪边了、啊？在下面，这边，跟我走，这边。哦。没有，这个后面这个不是玉米，是一只魔物的尾巴的样子。还有巨大古种在哪里？白痴，我吹错了。巨大古种，巨大矿都出现了，只是我两个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好像都在上面那一层嘞，这边好像没看到。你上去看那边有没有？啊，巨大矿在这儿。哦，我这个武器就是这一只魔物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带你去看一下。大古种你挖了吗？还没。这上面平台刚好出来了，带、嗯、你去看。这把武器是这只魔物的大平台。我好怀念大平台。你看有没有长得很像？有没有一模模一样样？我晕了，我麻了，再讲讲给我。就这个。喂，我来。这把武器就是这只黑色的蝙蝠。它是蝙蝠吗？蝠面龙啊。蝠面龙不是蝙蝠的原型吗？蝙蝠跟老鼠啊，有够难瞄。哎、欸，啊！我是拿枪击平打那些蚊子，好浪费啊！萤火龙，好了，打萤火吧。不是珊瑚吗？萤火再大一种。嗯。萤火怕雷还怕龙啊？我忘记了。我猜是雷啊。哦，是龙啊，抱歉。龙三雷二啊，他也怕雷，没错啊。龙三，龙三龙吗？雷二龙吗？不是，龙三雷二、啊。龙三龙 ，OK。哎，不会。找到了。他要来欺负浮棉龙了吗？快点欺负他！嗯、他们争夺地盘是他会被扯下来吗？我怎么记得不会啊？不会嘞！哎、欸，哇，看他要飞他的，浮起来了，要继续飞他的，不用怕了，睡不着了。哎、欸，好好，有中了一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了，不用怕，站在里面打，哦、打里面打、啊。哦，睡着了，等一下，没东西。
哎、欸，不对，是他睡着了。垃圾，烦呢、欸。来拍一下、欸。哇，全属性，全异常状态，异常。你在讲什么？全异常状态，异常，你怎么了？等一下，这个是更快让你睡着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聊我的词汇，我词汇打结了。等一下，好词汇，好像会词。嗯哼，词汇词。Oh no! Oh no! 千千石，千石真的很棒，有空就用一下。你就装那个啊，投射器的那个啊，你是装到满吗？我投射3啊，还没有满。装四五啊，没办法满啊，脚是防黑狼鸟的，就不能满。有3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我觉得。转屁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装算没。那第二把超虫棍就是现在拿的这一把吗？对，哇，一发200，一发200。然后虫子就是做各属性。对啊。对，就切断虫跟打击虫各做武器。哦。所以我们的龙魂已经没有用了。没什么用。好可怜，他以前就没什么用啊。是啊，他以前也是做来好看的、啊，就是帮你吸东西的、啊。就是你是打棍子流的话，就是龙魂就可以啊。哦。我刚，哦，黑不久前才。命我朋友说等猎，然后就跑进来这里了。所以你要离开我们了吗？应该你离开我们之后就200等了、欸，小猛。对啊。另外一边比较有动力。对。